这个粽子是煮一个晚上半天，过了一黑夜，白天晚起来又烧了份儿，再来碗饺子。哎呦，我也喊蒙子了。看看，满满一锅粽子。换一边的是特意的给俺弟包来的，因为俺弟不愿意吃长花心的那些豆的，光长米枣给俺弟，把这个给领了给俺弟吃了。俺娘说他也包的，不叫我给俺包，不叫包，但是呢他还没有包的，我先给俺包几个给俺弟尝尝。包了20几，换一边的吃，反正换一边就是。啊。换一边这个粽子，都是我自己包的，还是。尝尝尝，看那点包的粽子啥样？甜的，嗯，甜，爽，嗯，红豆我给花生仁。刚出锅的粽子热热的，拿下去俺李小婆尝尝，李小婆在这给包的粽子，俺弟把那几个粽子拿下去。离离近了就是好，下雨3-5分钟都到俺娘这来，请俺娘这转一圈。行啊，哎，不是，来给尝尝尝尝俺粽子。哎，让俺包几碗，俺不爱。你不是在这俺包的，俺包一锅的。哎，俺包上了，给娘家这在印度，你给我搁了，看看那放着干啥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就叫你给俺娘吃，拿没急啊。我说这个，回头了给俺亲家，我说拿着给俺弟拿去。哎呀，放拿了，拿谁搁的？俺娘那放着这的。先走，先走。接着不接着？你看咱俺也包的。我知道你包的，你包的不是还没包的？你说俺不要给放了，你在那家里。拿没急啊，俺说。那家里又多，这个地儿那个地儿，什么的，反正不能光了。没事的，俺俺包一锅的。吃了。俺吃俩粽子，在家里喝点汤，喝多了啊。那你去吧。我先烧都在来尝尝。他先啥烧的？你再加上多，不然那光了一锅。下雨了，弄的。娘。好，要是下着雨下来嘞。下雨紧能来，远的话，家子我准来不了。娘，俺粽子出锅了，娘。哎，你这个哪哪个人人多，你吃吧。俺人没多，俺就3人。我不是给你送的娘，你知道呗？你留一间啊。我一间。我是专给俺弟包这个粽子。哎呀，不来了，俺在那里。你给俺弟包的，给俺弟包有一三十。俺弟啊，下点嘞。嗯。你看娘，今天这粽子还。嗯。可好的。是吧？没啥，没有一个漏的。来，来，快来爹！你尝尝我给你包这粽子，我专门特意给俺爹包的。你找个小点的，刚拿出来的爹，热热的。俺热热，我吃饱，吃饱了，我不吃。尝尝吧，我给你解开了，解开了。哦。可以。不想吃，自己想吃。你尝尝，尝尝。有啥吃？不咋吃，你那是明白的，给孩子给到你那不吃不吃，手都粗的，这样子的。我没长得光，光长米少。我这一天的包，那碗面条跟碗一条小肚子，人家口里嘛，你都走了，我扣上我自己，我没有拉包子。是。我咋还是口里面？谁呀？那倒菜呗的。我吃啥去？嗯。哈哈。俺爹是不愿吃那面东西的，嗯，不愿吃咱这个啥的话，这个粽子的还是愿意吃。你说下着雨一定不上，你下来大雨。下雨大噻，下的不是很大的。你那玩意这玩意儿也包的。这咋包？你几个包的呀？你关键是我是给俺爹送的，我给俺爹包的，不是给你送的，你是沾沾俺爹光。我那老娃他又搁那老疼的，嗯，来来，咱去把给你放沙点里吧，给你放盆里吧，放盆上面水泡几条了，你再把水滴滴滴了可放。嗯，俺这
俺不要你鸡肉的，还在那盆里。是啊，那你让一块放一顿吧。啊，你吃饭了。啊。我给你下雨，你送俩粽子，你还、嗯、你还趁着我下雨嘞？那你们这不是心疼你？主要是近的，要远是掉泪也不能。